为了要解决林德甲大园地区水患问题，市府伫旧年完成三亚溪仁德自洪池以南护岸加固工程，今年搁再完成三亚溪主流上游段甲仁德自洪池以北护岸工程。目前林德工业区边仔的工程已经完成，工业区业者拢希望今年莫搁淹水啊。包括整个河道的疏浚将近三公里，浚深一米半。好，那么土方大概有八万七千多方哈，那第二工区就更这个工项更多哈，包括沿线有的六万台桥，甲一个百最佳六合桥今年好周游一堆来做永久护岸，好，所以咱家是用先用太空包，好先来围起来，围差不多两米宽，好可以挂水呐出现袂淹入来，好啊有些段落。哦，就是咱用硬质堤防、预筑混凝土堤防，就是咱即摆所看到即个所在。啊，大家想讲，先阿要用预筑混凝土堤防，那要做应急的哈，因为伊遮的河道未来还会再拓宽，哈啊，除了拓宽以外，还会再加深，好，一这个这一段还会在整个旧有护岸不够清，好，古的河岸，伊迄个新的河岸会比旧的护岸哈再往下加深一米半，好啊，所以你即摆那加应急的加伫个古河岸顶头，将来做新河岸变做爱拆。嘿啊，所以咱想来想去，到尾也想到一个方式，就是用预筑的，好啊，先搭摆咧现场，啊组合，啊咱有螺丝来锁起来，啊个填缝，回水袂入来，啊这将来六合桥可能三年后，好，即马预估第一段今年会做这一段，明年应该会做这一段，好啊，大概后年，哦如果顺利后年会做这一段，因为这段嘛要未精修，哈啊所以后年做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应急堤防就可以调走。哦，咱我搬去倒位保卫所用，就袂讲去搭拆除。哦，因为可能三年来就会做个遮。哦啊，但是咱若讲搁等三年，才予伊袂淹，安尼搁对不起乡亲。哎啊，所以咱就用水利署的经费，先将这临时堤防先搭做起来。哦，所以包括900多公尺的临时堤防。哦啊，另外咱有部分是护岸加高哈，用刷包，因为加上油料、加下油，有一挂工厂，伊本身的墙有够悬。啊，但是中间有一些空隙。哦，啊，迄个空隙搁无空间，所以咱是用刷包。哦，去搭保护起来，让伊水袂灌入来哈。啊，另外包括这之外哈，咱阁有河道的拓宽甲浚深哈。三亚溪治水工程总经费高达80亿。市长伫25号前往勘查了解工程进度，伊表示讲，市府将会甲中央做伙合作，争取经费解决引水问题。啊，今仔日咱三年有成啦。哦，咱第一年来。大家拢无缺席个呀，吼！第二年来，大家也拢无缺席个；第三年来，哦，啊，今仔来，大家拢伫遮。啊，咱有法度人成功，大概有几个原因啦，吼。第一就是讲，咱听出地方的意见，就是讲水利署治水当然是专业啦，但是专业无一定有法度通解决代志。你若我人听民意，我听你讲，这水路安怎行，倒位安怎淹，对无？大家地方的意见认为讲爱安怎整治。不妨啊，专业以外，搁听民意的经验啦。所以经验加上专业才100分啦。啊，这第一个成功的所在哈。啊，多谢大家奉献意见。第二呢，就是讲咱大家是合作啦。议会支持市政府，哈啊，市政府参区公所参里长，遮大家拢合作。啊，咱不炮打中央，哦，唔是讲有其他的这个用意啦。因为我做立委，我知影嘛。你炮打中央，只不过是一天的新闻，啊，推卸责任尔啦。我甲坦白讲，你引水来的时候，我骂中央，中央嘛，我甲球我踢来互你啊，讲啊，你地方该歹做。啊，然后呢，受苦是老百姓嘛，所以我们不必去批评中央。哦，啊，因嘛是人啊，中央的官员也是人啊。你今仔你甲他骂甲伊款型的，心情嘛歹嘛，对无？啊，那我们不必，好，那承担我们的责任。也跟中央合作啊，所以咱去甲因拜托，人拢尽最大的困难啦，来甲咱帮忙。因能力有哪有限啊？他们也是预算制嘛，哦，所以人但是人尽力量甲咱帮忙，哦，所以我们不用炮打中央，不用批评过去，最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嘛，实实在在做工课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我们采取综合性的治水，啊，所以有自洪池，啊，有分洪道。有堤防，有抽水站，哦，各种方法都有，因地制宜啦，哦，是一个综合性的治水。啊，因为经费要80亿，
一时之间无法度，啊，无咱用应急工程。啊，应急工程以外呢，会当回收的材料，咱阁会当过用。啊，有那是用迄个勤俭的精神，你做咧工课吼。